这是什么？一张纸。钱能放稳吗？不能。这又是什么？还是一张纸。钱能放稳吗？能。什么道理？纸折叠后形成力学封闭支撑结构，所以承重能力强了很多。不，没经历点挫折，给你钱你都拿不稳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半瓶水。石子能放进去吗？能。水会溢出来吗？不会。什么道理？人的胸怀要像瓶子一样，既能包容水的温柔，也能包容石子的坚毅。不，说明乌鸦喝水的故事骗了我们30年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半杯水。能放稳吗？不能。现在能放稳吗？能。什么道理？水的张力把卡片吸附住了。不，薪水要给够，人心才会稳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牙签。能扎破吗？破了。这是什么？一堆牙签。能扎破吗？不能。什么道理？受力面积增大，所以气球扎不破。不，被一个人扎了会心碎，被很多人扎过就刀枪不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三角柱。能放稳吗？不能。这是什么？圆柱。能放稳吗？能。什么道理？圆柱受力均匀，不容易变形倒塌。不，别搞三角恋，否则容易崩。哎呦我的妈！